你们。女子越早四成一百米初赛最后召集，请运动员携同你嘅学界证同埋以前跑嘅经历举出赛名单去到召集处报道。已经系颁奖时间，我哋好高兴请到河西区学体会篮球主委马嘉燕校长为我哋颁奖。而家系颁发男子越早跳高嘅奖项，第四名嘅同学系圣保罗萧子燕同学，第三名李星黄宇卓同学，第二名李志豪钟成康同学，第一名圣耀生余锦希同学。